妈妈今年因为肝囊肿，在台大和明治医生下动了部分的肝切除手术。那我也看到了母亲的那个坚强的力量和忍耐力，然后度过这一关。那也看到非常多辛苦的这个医护人员们。那所以在此我要以这首奉献呢，献给全天下伟大的母亲，还有辛劳的医护人员们。的远方，玫瑰奉献的爱情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爱人？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朋友？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望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。